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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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收回来。绅士。绅士手。我太厉害了。你们都吃什么长大的？我想知道，这太厉害了。我的第二个本身是想你搂着我，不是你搂着我腰，搂的让我看你的手，哎，让你手攥拳攥起来，哎，这样啊，知道了哈。姐姐好。哎。就这样，跳支舞。对的，是对的。圆舞曲。你看动作。绅士手。哦，他太厉害了。他能明白吗？他够呛，这个词儿跟你无关。跟我无关。那肯定是跟年轻有关了，你说吧。三个字，青春期。等会儿。叛逆期。哪个期？放拳的，要背后给我一拳。黑心拳。我是。服务员，门头。这样吧，哥，我帮你重现一下当时。你演他，我演后边。我哎，老闺女。老闺女，他妈和他闺女上街吗？完了，哎呀，姑娘哎，就是男孩抱着女孩的时候，一般都，但是呢，他其实都假的，都这样。啊，我知道了。啊。完了，花花根本就不知道，从来不上网。袖子、手臂、肌肉，猛男。缩水了。你刚说你知道了。三个字，肌无力。对了，肌无力啊！答案是肌无力。好，对的吗？不是，我俩给你演好不好？看手，绅士手。对。不是。为什么这样的就是绅士手了？等于是你一般搂女孩，你又都就这么搂着，相当于摸人家嘛。那你胳膊还拿上来干啥呀？这样的，为什么要拿上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怎么讲？不是，那你说为啥拿上来干啥？意思呗。腰也一样，腰更有的时候得扶一把是真的。比如说有些人下台阶的时候下不来。还是得服那个一个演员在台上的那种忘我呀。我以为说现在以前都能搂住，现在搂不住了都，所以胳膊没劲儿了。我以为是肌无力呢。
两队嘉宾各派出一人进行游戏，轮流喊出一到五任意一个数字，同时手给出和嘴不同的数字。一旦有人手和嘴的数字一致，则接受惩罚。第一轮，鹏哥、小明哥来。请，取了。这个指不定谁赢呢。蹦蹦恰，蹦蹦恰。节奏慢一点，节奏稍微慢一点。节奏可以慢慢快起来。三。二二，第一个吧，第一个不错。哎，这个好难啊，特别难。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有点傲骨。五，一，四，一，不能重复同一个。四，五，五，四，四。姐刚才说什么？是啊，是啊，好啊好。小平哥的耍赖，不是，他在重复你的，他在重复你的。啊，你在重复我，你在重复我。我没有故意的，不能人云亦云。重新啊！啊？啥啊？我怕你重复啊。那行，这好啊。三，二，嗯。鹏哥，你为啥老在二上摔跤呢？输的要接受真心话。我问吧。啊，你说腾哥已经是中国电影这个票房第一男演了。对，腾哥啥时候自己导个电影？啊？我导之前，我一定告诉您。有打算，有打算，有打算，期待，期待，期待。打算了多少年了？那我能演吗？哎呀，必须啊！这个，哎呀，说定了啊！等我去拿个这个合同过来。你看你这客气的，就一场戏，你就来就完了。我第一次玩这个，真的？不会吧？我第一次玩这个。好，请后面四位戴上耳机，这是谍战剧片段的台词传递啊。好，啊，好刺激，好刺激。月月往后站点，不能看啊。月月往后站。月月。来吧，腾哥，我们看一下你要传递的片段。重色轻友，谁？你？我什么？重色轻友？我重色？对，还轻友？是，打哪儿论的呀你？上次爆炸的时候，你只管白灵同志，根本没管我。我没喊吗？我都飞出去了，你都没喊。你确实没有喊，而且我的头现在还疼。为什么呀？你磕的。哇，一人分饰三角，谍报频传，传递开始。三个字，我可以说话吗？你可以。三个字，点儿点儿点儿，地地地。待着吧你，待会儿。什么？换位嘉宾可不可以？撞死！剧情！你重色轻友！谁？你重色轻友！你！我什么？重色轻友！我重色？我还轻友？是！这哪儿论的呀？这！你上次爆炸的时候，你只管白灵同志，根本没管我。我没喊吗？我都飞出去了，你都没喊。你确实没有喊，而且我的头现在还疼。为什么呀？你磕的。这是全部剧情。争取多记几句啊！我的妈呀！真的，你是有史以来玩的最难的一次。你能说话？
反正我接收到的信息，我全部都告诉你，好吧？我能记多少记多少。这是个比划我猜的游戏吗？不是，三个字儿。大概我刚才领略到的意思是你我他的意思，好像有三个人在对话。好的，你重色轻友。你重色轻友啊？你重色轻友，我没有重色轻友，你就是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对你重色，我重色，你轻友，我轻友，对。上次爆炸的时候，还是爆炸的时候，上次爆炸的时候，歘一下就给我封出去了，我还飞出去了。好，时间到，花花向下传递。到你那怎么少人了呢？我传了个什么？三，总共有三个人。然后呢，台词啊，就是你重色轻友，什么？你什么？你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你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你重色，我重色，你轻友，我轻友。然后就是，上次爆炸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呢，唰一下就没了。上次爆炸的时候，三个人传到这儿，他说。你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你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这不四句不一句话吗？他说了好几遍，然后他说你轻友，我轻友，然后有一个人有一个炸弹，然后放下了。Wait a moment， 你挡着门也没别的了，就这点故事。说说最终答案吧，刚才其实台词还不少。我想象应该是，就是俩人吵起来了嘛，然后你重色轻友，我重色轻友，对，就是你重色轻友，妈呀，我重色轻友，不有没有多一点的字儿？重色轻友我们只能算四个字儿。你在说什么？你觉得我重色轻友？你认为我是那样的人吗？朋友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你觉得我可能重色轻友吗？如果你不重色轻友的话，为什么这件事情他知道我不知道？就这么地吧。你觉得自己能对多少个字儿？八九个呢？总共十个字儿呢？十个字儿？十个字算多的吗？哥，十个字非常多，但是咱们这一趴没有外国友人，咱们达成这比外国友人还难呢，这个是吧？下一个月月第一棒，月月第一棒，别乐，第一回玩这个，你们都在屋里查这人，查两回，人呢？这人哪儿呢？干点正事吧。傻货，别浪费时间了，行吗？啊，窦世兴，我告诉你，我这条腿这个枪不是白挨的，这条腿不是白挨的，我陪你玩到现在就是给你个教训，傻缺。来，传递开始。你们都在这屋里查。查这人查两回，人呢？这人在哪儿呢？干点正事吧，傻货！这会儿不用展现嘴皮子利索，你就慢点说啊！你们都在这屋查这人查两回，人呢？你们在这屋查这个人查两回，人呢？人呢？这人在哪儿呢？这人在哪儿呢？干点正事吧，干点正事吧，傻货，傻货！别浪费时间了，别浪费时间了。窦世潇，我告诉你，我这条腿，这个枪。不是白挨的，我这条腿，窦世潇，我告诉你，我这条腿啊，这枪不是白挨的。我陪你玩到现在，就是给你个教训，傻缺。再说一遍，傻缺，你是傻缺。再说一遍，整个再说一遍。哦。窦世潇，我告诉你，窦世潇，我告诉你，我这条腿，这个枪不是条白挨的，这枪不是，这条腿也不是白挨的，也不是白挨的。我陪你玩到现在，我陪你玩到现在，我就想就给你个教训，就给你这傻缺，就给你这傻缺。龙哥又报了仇，又记了词儿。傻缺，这么半天在这屋里边，你查你查什么呢？是人呢？我陪你在这多长时间了？窦世潇，我告诉你，我这条腿中枪不是白挨的。
我这条腿挨枪也不是白挨的，我在这儿这这么长时间陪你玩呢。傻缺。傻缺啊。记住的全是这个。我这条腿白挨枪了，这条腿呢？这条腿也挨了一枪。这条腿也挨了。查了半天，你查什么呢？傻缺。我完了，我看大家笑得好开心啊！来，傻缺，傻缺。有这种词吗？情报部门传递这种没了。我这条腿中了一枪，我这条腿也中了一枪。傻缺，傻缺。不要公报私仇。牙底，我作证，没有两遍。公报私仇。前天我洗澡挨了一枪，不是洗澡的时候挨了一枪，我忘了是什么了。然后再一个傻缺，完了，我那中间的词儿点没记全，记傻缺。小宋传递过这信息，感觉就是让朋友给误伤了。我这条腿中你枪，我这条腿中你枪，傻缺，傻缺，我这条腿挨了一枪，我这条腿也挨了一枪。洗澡的时候给我腿上打了一枪。没有这句，没了，再发挥一点吧，自己再发挥一点。平时的时候你不打我，偏偏挑我洗澡的时候打我。你说你是什么人？要我说你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傻缺。大概是这样。这轮杨迪连蒙带猜啊，最终11个字啊。最后都靠编，什么靠编？告诉你们，人臭脚多读书，要得。哇，你们赢了！啊，我们赢了！你们赢了！来，小岳岳刚刚说他是第一次玩这个传声筒啊，那这样我们换一种玩法，再给小岳岳一次机会，我们再来两轮。好，接下来换成英语题，传递是用英文的，最后的答案是给一个中文啊。啊，岳岳第二棒，子怡姐第四棒，杨迪最后一棒。我一个英文词我都不会，我也。我们请上这一轮参加这个环节的两位外国友人，来，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阿根廷的莫涵希。大家好，我叫美珍，我来自土库曼斯坦。咋办？好刺激！来上题目。传递开始。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for me. This is where it ends. 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for me. 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for me. This is where it ends. 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for me. For me. This is where for me. Started for me.Started. This is where it ends. This is where it started. Start. 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啥？拜拜。把它传递给这个外国朋友。这传过去一个碗儿，祖传的碗儿。This is where This is where for 什么 me 什么 me for me This is where for me 然后你还干啥呀？ This is where it ends. 还有然后？ This is where it ends. This is where it ends. Ends. This is where it ends. Ends. This is where for me. 对对对， This is where for me. 对，然后就什么 for me？ 哎呀，就这个，就这样嘛。This is where for me. This is why for me. This is where for me. World for me? No. Why? Why?
a wire. This is wire for me. Doesn't make sense. Okay, Zhang Zhiyi, tell me. Okay. Okay, say something to me. Okay, what I heard, this is wire for me. Wire for me. Where? Oh, maybe it's a where. Oh, 好棒。This is where for me. Where for me? Where for me? 谁哪儿为我 ？Where for me? 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哪里来？我的不是这个，我从贫僧从东土，不可能传这个吧？不是，它是一句电影的经典台词。提醒一下，是你是哪部片子吧？你提示一下呢？碟中谍五。I'm so sorry. 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翻译成中文的最后台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开始的地方，也是该结束的地方。我肯定凑得到。杨迪，刚我们看的时候，月月特别像在参加外国的王牌，然后他作为外国友人。这个最后一题，景瑜第二棒，月月第四棒。理解最后一把，景瑜的英文底子还不错啊，那从嗖嗖的。来，这轮哪两位外国朋友来参加？大家好，我叫王强，来自利比利亚，我是非洲的王宝强。大家好，我是李飞，来自塔吉克斯坦。小宋，你们老板又来了，窒息了。我们把这轮的题拿上来，请后面三位戴上耳机。哇、wow、哦！哦，《阿甘正传》传递开始。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你本来就有口音，你慢点。Mama always said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sweet chocolate. Oh,、uh-huh. how cheap.You never know. 还有吗 ？What you going to get? Going to get 啊啊！这我还能传点巧克力妈妈，这不都是中国字吗？你可不能传点妈妈，妈妈 ，always see life like a box chocolate. Box. Mama always see life like a box chocolate. Mama always see. 哎呀，完了。你好，哎，你好，妈妈，妈妈 ，always see box chocolate， 妈妈抱着巧克力，妈妈抱着巧克力，妈妈 always see， 妈妈 always see in the life，yes， 妈妈抱着巧克力 in the life，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不是喊您，激动了。妈妈 over x， 然后 over 妈妈 over 妈妈 over x 抱着巧克力 box chocolate， 这什么？再来一下。后边我忘了，我就记住妈妈抱着巧克力。子怡姐，这些信息对你来说已经够了。Box of chocolate， 巧克力工厂。你别说话，嘘。Box of chocolate。Oh, life is box of chocolate. First gun， 阿甘正传是吗？生命是像巧克力一样的。哇哦！你不知道你会 get 哪一个，是不是那个？就是这句。哇哇，那意思是我传对了。月月，你表现了一种就是可有可无的作用。那人家猜出来了，妈妈抱着巧克力，他能想到《阿甘正传》。妈妈 box 不是抱着。月月，你说那是方言，妈妈死抱着巧克力。发熟，一个河南的妈妈。请看题。哦哟，哇，挺难的，这都咋捏啊？捏那个风火轮。你不会只负责
花花的创作时间即将终止。哦，花花哥这个念得好。小童，你那是个啥？脑袋。这啥呀？啥呀？那是啊，你们那是什么？肚兜。哇，乱来了，化学病毒。哇塞！哎呀，开始乱来了。哎呀！ Oh, no. 啊！啊！天哪，腾哥！我去看一下。我已经看不懂。时间到了，哥。我这还能看出来点，刚才那是啥也看不出来。已经传递过来了。心疼贾玲姐。刚才捏的那猫和狗呢？换人了。玲姐，好好看看。蛇。哦，有那味儿了。引蛇出洞。葫芦娃。不是，这个你要仔细，你要拿起来仔细看看，这个这不是蛇。哦，这是个龙啊！天哪，是龙吗你？对，龙。是龙。龙和龙虾。这还能看出来点，刚才那是啥也看不出来。龙虾，这不龙虾吗？对，钳子都掉了，有点像龙。你可以把它立起来看。大闹天宫。这样立起来看。对，这样的。对，这样立起来看。不是这样，反了。反了吗？这是个龙啊，哪吒闹海。来。就想立起来。不是，刚才那只猫和那只狗。这只猫。和那只狗，三天捏出来的。但是那两个环救了人，真是精髓。他一直想让人家站起来，我特别不想让他站起来。这个风火轮还可以的，答对了啊！哪吒闹海，来两队互换。你们就在我的基础上想办法。真的吗？我这耳机戴不上啊。你戴那个耳朵上也行。请看题。哦，哦，这个好捏，这个太好捏了，这个太好捏了。啊、你这个，额头算怎么着？差不多了，用虞书欣的拼一把，真的吗？这个念的真的很好。抱着你们组的这个带着团魂的作品啊，带着小蝌蚪找妈妈。哇！啊！从哪儿看出来的？小蝌蚪吗？大青蛙吗？那这个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虞书欣捏的大的，他说这个是妈妈。我是妈妈。你傻子，你是妈妈哪有大的？妈妈是青蛙。妈妈是青蛙。哥哥。这是妈妈我捏的。那个游得快。那也行了，也行了。对了吗？厉害。对了，因为还是挺明显的。对，很明显，很明显的。但是这个妈妈真的是。来换一下，继续。没开工呢。嗯，没开工呢。说吧，来一碗兰州拉面，拉细点啊，拉细点。刀削面来一份啊。不行，这得有油。我们是同一家面馆的，还是几个面馆玩竞争？来换一下，林姐第一棒，请看题。哇，好难，这也难了。这个我觉得，但也不一定，就看这个是考验他们的那个团魂了哈。
我已经够奉献的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哎，这死也猜不出来的，猜得出来，猜得出来，这能猜出来？这不可能，能，还差你一个人。这儿呢？啊！那我上来，你走，可以，人不用过安检，行李过就行了。这什么？来，端子，我们到前面去。你怎么破坏我们的作品？破坏我们的作品了。来，端子，我们到前面去。你歇着啊，你歇着，大哥歇着。我得在呀，我是作品啊。好，猜一下是什么？其他人不能给任何提示了。这个是啥？哦，就像那个超能陆战队里的那个大白。你都这样说了，肯定不是。他没看过这个动画片吧？可能看特征，看这个特征。哦，小羊与灰太狼。这个，好吧，掉一地，笑死了。就我没动弹，这是我。好，小宋，最后答案是三、二、一，来，最后答案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耶、yeah! yeah! ！谁？那腾哥是那个大头儿子？这不就是小头爸爸？那腾哥为什么在那个传送带上？为什么？下期这个看看队伍里面还有其他很不错的小伙子，很不错的小伙子。完了，今晚上想起来。对不起，答案是什么？王牌加速。快，给你3秒钟，赔礼道歉。我由心的对不起大家，由衷由心。他们叫什么蛋团来着？什么蛋团？时代少年团？什么蛋团？时代少年团团长啊！团长，一看就是文工团什么的，当文工团使了。来换一下，期待杨迪老师的作品。给虞书欣捏的，不能太过分。来啊，请看题。哇，这个好，这个也不太好捏。你这是带着私愤，这就捏一个刚才我那个就好了，然后捏一个桌子。哦，哎呀，你真是，对不起，我打乱你的思路。没打乱，但是哎呀，这弄不出来了，算了，我来。两根缝，那个眼睛是两个缝。嗯，啊，可以把孙悦捏在旁边，可不可以？哎。还得看人家月月自己的，你看，哎，对，你咋？单起了个炉灶，来不及了，你别搁那揉了，月月。这很难，太难了。这很艺术。这是雪山上的一条狗，好形象啊，虞书欣。这个很容易猜，对，这个你要猜不出来。哎呀，这个真的很简单，你到前面来猜，队友不许跟过来。这是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这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不对，五。猫抓老鼠。仨字儿，注意细节。这确实有点像只猫。大耳朵图图。不对。蓝精灵。不对，
你肯定看过。他在睡觉。哎，这个睡觉也是个细节哦。对，他有可能不是在睡觉，有可能他眼睛本身就那样。牛魔王。很接近，很接近。最后一个答案，我告诉你，无限接近。牛魔王、花果山、水帘洞、铁扇公主。三个字，扇公主、牛魔王。他眼睛有可能不是在睡觉啊，不是动画片里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最终给一个答案，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人。牛魔王的大名、牛魔王的大名叫岳云鹏。算了，他不认识他，他不知道你叫岳云鹏，他不知道。可能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岳云鹏。谢谢谢谢，你第一个，那我第三个，我第二个，我们在你的基础上打底，还可以吗？真的吗？还没开始呢，他在跟谁对话？没开始，来啊，朱鑫，请看题。哇，这个爸爸芭蕾帽子爸爸，这俩嘚瑟的，我想给他一飞脚。头盔，你捏头盔，你就捏头盔，坏了，你就捏头盔，我就捏这个，你这是啥呀？光头啊！我以为你宁波人呢，做汤圆呢。我捏两个小胡须，坏了坏了，快点到你了，时间不够了。马上要过去了，马上要过去了，马上要过去了，快点要走了。你咋单独捏了一个呢？你不要虞书欣的了。我还打了一个基础呢。不行不行，完。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猜不出来。虞书欣的你就不要了，你快再捏会儿，我再捏会儿还有时间，快快快，我给他停住了。岳哥，你压上去他都不动了。那把我的拿掉吧。哎呀，完了，这啥？我觉得悬了，悬了。这个完了！哇塞！你自己端着，然后这是啥呀？这像一个完了！这像一个这像一个蘑菇蘑菇，这像一个松茸嫦娥奔月吗？嫦娥奔月。不对，没有，我猜一下，我只是提醒我的细节，多看看细节。细节，这一个人，他有两根这个小矮人。我倒数三秒钟，你能不能给出最后答案来？三、二，哇，这啥呀？一，最后答案是。最后答案是。最后答案是光头强。哦，熊出没怎么看出来的？他这个胡子跟他那个一样的，你看一样的。我啥都没说，真没说，真没说。我只是过去，真的是这个胡子，他就从我面前走过去，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胡子，然后跟这个胡子长得一样。这个太难了。我本来就捏了一个这个，你能看出来吗？你捏的我都给你没收了，在这儿呢。我本来想就是，但你那个头盔还是挺好。没有，我觉得这个胡子还是很细节，是光头强，是光头强。光头强答对了，但也算是杨迪给了一些隐性的提示。本来我不打算去的，他们老推我，你看到我杨迪总是耍赖，现在我们梧桐不给他答案以后，他就总耍赖赢，跟梧桐闹掰了。你们看到我很挣扎，不让他看到我没？他眼里都 没有，那段给你剪掉了。留的都是我这样。这种两队呢各出一个人，开始根据词条比划，同时猜哪队猜对哪队积分，积分多的赢，好不好？好，好，赢定了。今天光头强好凶悍啊！因为有黑猫警长在，有警长在。第一轮比划的是腾哥和月月。好，哦耶！大胆的比划，腾哥。哎，怎么了？到你比划了。来啊，牛蛙。腾哥懵了，有你这么露节目的吗？岁数大了，他岁数大了。他已经转过来。请出题。
哎，打个字儿，目瞪口呆，哎，目瞪口呆，口齿清楚一点。七个字，七个字。第一个字黄，围兜，围巾，遮脸。黄几个字？扎鸡给猴看。羊头。无脸男。杨眉头。千与千寻。没头脑和不高兴。没头脑和不高兴。小偷就退。我都没看过。好聪明。哇。五个字，那济公，济公，济公，济公啥？济公，济公和，济公和青蛙，济公和青蛙，济公和蟾蜍，济公和牛蛙，济公打青蛙。济公和狗，狗，济公斗牛，牛魔王跳海，济公和济公，济公看斗蛐蛐，济公斗蛐蛐，哇，我真的呀，吴桃，为什么今天不给我提吴桃？你是不是属猴了，吴桃？我真的没有。我有火眼金睛，我的帽子不能扮这种角色，这种角色笨。得罪吴桐了，我都不给你答案了。角色的问题。舒心刚刚那轮答了吗？答了。答了。努力答了。他努力参与了，加油了。哎呦，这个可挺难的。九个字。九个字啊。这咋演啊？不知道。这是什么呀？电动画片《阿里巴巴》，别看我，因为非常难演。他们俩在讨论到底是几个字儿。大闹天宫，智能战到海。哎，还真是九个字儿，但不是。然后其中前面那个不知道怎么演，然后后面是有秧歌斗牛士，跳秧歌。你这啥能告诉我吗，哥？阿里劳。有秧歌，啊，这是秧歌，宝莲灯，这是舞蹈吗？难道？哦，跳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前面两个字对了，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你拿到，王牌加工得分，哇，好厉害呀！虞书欣，你帮上忙没？我在努力，我都快忘你还在了。最后一题啊，定胜负。最后一题，因为有一个人在这一轮当中几乎没有猜过一个，因为他实在猜不出来，我们单独给他一个机会。不会是虞书欣吧？可不巧了吧？这题就给书欣猜，我甚至以为他走了刚才。这题书欣，嗯，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好，我站。没有人提醒你啊？没有人提醒你。你蜷缩在那儿。牛，哦，我知道了，哎，可能不是。懒羊羊不想吃牛魔王。哦，要不给我点小提示？五个字儿，他是。你回头不就看见了吗？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哦，老虎有个俗语，应该是这个。虎口脱险，一山不容二虎。愣猜啊！我觉得我实在是太笨了。就是这个，我们都猜到了。虞书欣现在全场都猜到了，就差你了。我们要不要五个人一起说？看，我给他吃个东西。虎口。我给你吃个东西，你吃一个东西。虎爷。虎爷。虎爷也。虎爷。你也是虎啊！你在那儿，你也叫唤啊！啊！再看一眼，腾哥又演了，我急死了！啊！妈妈，妈妈，喊他妈妈了，妈妈，这个信息很关键。其实喊爸爸也是可以，爸爸。想起来了吗？想起来了吗？虎毒，不食子。
对啦，对啦，对啦，好棒。他们主要演的一般，谢谢。主要是出在表演上这个问题。我好笨啊！他被我的这个喜羊羊给干扰了，怎么也看不出来是老虎。接下来，舒心，你和你林姐比划。好，太好了，比划可以。好，加油，加油。那舒心你主演啊。好，我努力。演好一点。对。好，开始了啊。六个字，哇哇，青蛙，青蛙，小蝌蚪找妈妈，小童率先答对，小童太厉害了，哇，小童你的童年好丰富多彩，啥都看过。所以说你们这轮输啊，跟虞书欣没关系。四个字写神笔马良，正确。哇，关晓彤，小彤你看看花花惊讶的表情，他们是不是可能我的童年没好好学习，光看这些东西。我们一个都没猜对吗？没猜出来，我给你编头发，一天不偷题就露馅。这期偷题指标提前用完了，来晚了今天。仙女，仙女下凡，牛郎织女，长颈鹿，神仙，仙女，砍七仙女，砍七仙，这是一棵树。鲁智深倒拔杨柳。嫦娥吴刚，嫦娥奔月，嫦娥奔月，啊，小头太厉害了，对的，嫦娥奔月是对的。那砍树是啥呀？那这是，月亮上不是吴刚一直在砍树吗？我还在那嫦娥吴刚，你烦死了。他们有特别的 tempo。这轮比的就他俩谁背得熟。小童，当我的感觉怎么样？不怎么样。小童，你是不是也是随便一答就对了那种感觉？我以前也是这样。关键是黄明昊说的是鲁智深倒拔杨柳。对呀，倒拔杨柳啊，那个树。那个林姐怎么就鲁智深了呢？我错了，李姐。抱歉了，对不起了，弟弟。是，我对。姐姐心眼小的呀。虞书欣刚问我，真的吗？他们真的有答案吗？我说对呀。我说小童和杨迪有答案。哦，那不赖我笨，就是猜不上。怪不得我猜不到了。对，我们猜不到都应该的。虞书欣，你一个人站在这儿虎毒不食子那么久，也怪你自己。这样，下一轮，小童、小宋、杨迪三个人演，我们仨慢慢演。又是这个桃花，杨迪。对，我来给你们演演。请出题。五个字儿。哎。哦，那个法海不懂爱，不是。三塔白骨精，三塔白骨精。虞书欣终于答对了本场第一题。三塔白骨精，谢谢。什么？三个蛤蟆精，三打白骨精，啊，三打白骨精，三个蛤蟆精，哦，这个，哇，这个难，哇，这个七个字儿，
你不是吗？白猫都是好猫，就是能抓耗子好猫之类的。大脸猫，黑猫警长，花猫，黑猫警长第二集。蓝猫淘气三千问，三千问。哦，对。蓝猫淘气三千问，虞书欣答对了，终于。好棒。跟山有关系的你都能答上来，真的。蓝猫淘气三千问。没有，虞书欣是自从上去演了以后，然后开窍了，开窍了，知道怎么猜怎么玩了。最后一题啊，我来演那个，我演那个像。啊，八个字儿，老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去。好，懒羊羊可以啊。谁还不压两道题是咋的？怎么样，像不像腾哥？没有，就是纯想打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升级一下玩法啊。在大家面前有很多词条，有状态，有角色。那每队呢，各派一个人来抽取一个词条，表演者通过比划的方式向其他人传递状态和人物两条信息，成功猜中两条信息就积一分，积分高的队伍获胜。好，刚刚是王牌家族领先的，腾哥和玲姐先来表演。哎，我让他们一题都答不出来。来，抽题开始。七个字，七个字，喝多了的，醉酒的，酒醉的蝴蝶。你演后边的吧。酒醉的蝴蝶，关晓彤。酒醉的，喝醉了。娘啊呀！酒醉的。什么二溜子啊这是？哎呀，哎呀，六酒醉的，喝醉的拉小小邋遢，喝醉的醉醺醺的小邋遢，喝醉酒的小邋遢，宿醉的小邋遢，喝醉的小邋遢，七个字，邋遢大，喝醉的邋遢大王，邋遢大王，正确，花花慢一点点，这都能猜对，咱俩就表演成精了呀。你俩演那个邋遢呀，太邋遢了，请。出题，这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觉得。七个字，七个字，惊吓，惊恐，惊恐，惊吓，受宠若惊，大吃一惊的，中彩票的，中彩票的，中彩票，中彩票的哪吒，哪吒，中彩票的二郎神，中彩票的二郎神呀，中彩票的警察，黑猫警长，中彩票的。这什么？中彩票的骑士。这样，中彩票的。烫。辣。冷。冷。咸。咸。咸的梗，啥都有。滑铁卢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哎呀，好热，好热。三个字。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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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彩票的冰雪，中彩票的冰，兵马，兵马，兵马俑，中彩票的兵马俑，兵马俑 ，yes， 太抽象了。哥，你演的是俑是吗？俑确实难演。我俩都在坑里都演这个了，你们也不往那儿猜。兵马俑得你得，没人这样，你在地上穿的啥呢？那只是其中的一种。哇，你地上俑的那什么俑？我这是最平凡的俑，蝶俑，平凡的俑。来啊，准备下一题。哦，这谁能演出来？谁能猜出来？就是百分之一万是压题了，压题了，压题没偷，压中了。都不知道我演啥，一起演吗？一起吧，行。老太太，肚子疼，肚子疼，拉肚子，饥肠辘辘的，没有食欲，饿的眼冒金星，眼冒金星的天线宝宝，感觉来到了一个动物园，眼冒金星的外星人，外星人，肚子好饿的外星人，吃坏了的外星人，哎呀哎呀，没有吃，没有肚子疼找吃的外星人。哎呦，差不多，差不多了，差不多。饿了三天的外星人，太难，三天很难演。
没法演出来啊。饿了两天和三天，贾玲的反应都是一样的。那不啊，区别大了。玲姐大概半天就已经。下一题。哇，啥玩意儿？九个字。先把后边人物演了。铁拐李。先把后边人物演了。哎，写。神笔马良。神笔马良。什么什么的学了的神笔马良，瘸了一条腿的神笔马良，断腿了的神笔马良。哥们儿，哎呦！要不别带了得了。名场面。啊！干杯！干杯的神笔马良，喝酒的神笔马良，喝醉了的。啊！哎呀！喝到痛风的神笔马良，小童答对了。痛风发作的神笔马良，这轮舒心和小童啊，刚刚是王牌家族领先的，只剩三道题了，全答对能翻盘。翻盘，翻盘，翻盘，加油！请出题。七个字。我前面那个。上学。上学的。悬崖边上的。过河过不去河，害怕。跳伞，那个，跳伞，跳伞的，跳伞，跳伞的，跳伞的哈利波特，跳伞的，跳伞的哈利波特，和跳起来的黄明昊，激动坏了，对了吗？对了，跳伞的哈利波特，下一题，哇，被生活扼住喉咙的三毛，这从哪儿想到？参加超级女声的，参加中国好声音的，吃海底捞的三毛，吃饭的三毛，哦，卖艺的，卖艺的，哎，好闺女，好闺女，卖艺。哦，我知道，是年夜饭被家长逼迫表演的。三毛，正确，耶！是年夜饭被迫表演节目的三毛 ，yes。是年夜饭被家长逼迫表演的三毛，这你也想得出来，太厉害了。他肯定是有过这样的遭遇，有，我懂了，我 get 到了。下一题，啊，孙悟空，加班的齐天大圣，加班的孙悟空，加班的，我演领导。啊！孙悟空催人交作业，被甲方催方案的孙悟空，键盘侠孙悟空，键盘侠与孙悟空，365天，366天，365天，在二做年度报告的孙悟空，啥？做年度报告的孙悟空，他说对了，写年终总结的孙悟空，年终总结的孙悟空，好难啊！我表演的还可以吧？可以，很不错，演得好，于淑欣演。